中心。那么我们虽然主要负责的机关是民航局，但是我们很快的联络的各相关的部会，到这个中央灾应变中心所在地来开会讨论一些需要跨部会协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来这边的途中，跟刚刚的会议上我们已经联系了包括交通部、卫福部的部长，另外国防部的原部长，还有内政部陈部长，还有法务部的罗部长。怎么样？因为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除了现在对于这个非安事故的调查跟整个经过的厘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目前我们有一些送往这个台北仁大医院的这个伤患，那么他们的医疗跟明天可能有一些需要后送回我们高雄来进行进一步的手术的一些作业。那么至于这个罹难者的部分呢，我们也会请相关的机会相关的单位调派，包括分会等一些设施，就在临时可以启动的情况之下，就尽量前往这个马公来协助处理。那么